小姐不好意思哈，他刚才要来汇款，没让他汇哈，对，就是这一笔，嘿，没有让他汇嘛哈，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诈骗集团呐，对，嘿，我们等一下清查这个账户是不是警示账户，因为我看他赖的内容说他的那个额度已经满了，所以有可能被封锁了，有可能被我们警方警示啊，我再查一下他是不是那个警示账户。